商务好，商务好。我要进一步加强国际学生的交通安全意识，提高自我保护能力，防范交通事故。The self-protection capabilities prevent traffic accidents and effectively enhance campus safety education. Our university with the traffic police general team of public security. 要以课堂的形式，邀请省公安厅交警总队沈红峰警官为我们带交通安全知识的宣讲。确实哈，很多的留学生来到我们中国学习，因为各个国家和地区的交通规则啊都是不一样的。那为了让各位同学更加全面清晰地了解我们中国的交通安全规则，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了湖南省公安厅交警总队。好，各位，我们湖南中医药大学的各位领导、各位留学生，大家好。很高兴也很荣幸有这么一个，有关的人都需要也必须遵守法律，这也是根据我国宪法做出的规定。比如说我们宪法第32条明确规定，We're gonna learn some causes for some traffic accidents. The first one is overspeed. As we can see from the PPT, the first reason is that exceed the maximum speed allowed, right? And the second is exceed the speed limit of bad weather and sight, like heavy. driving lessons.第三，要先谨慎的医疗机构出具了有关身体条件证明，之后到居留地或者居住地的公共交警部门申请。第二个呢，就是Good morning, everyone. It's my pleasure to attend today's meeting and share some basic knowledge with you.Let's start. Obey the basic traffic rules. Keep right and go their own way. And understand and follow traffic signal directions. There are some general rules. First, a motor vehicle signal lights and non-motor vehicle signal lights. When the green light is on, vehicles are allowed to pass, but.The turning vehicles must not hinder the passing of a signal is green. And the second is the marked direction of the line is not consistent with the direction of travel. A failure to follow a line is often driven by a fluke mentality called a bypass traffic. The last one about details matters.You should fasten your seat belt and carry for fragile life. 是停止信号。首先，右臂，这我觉得这应该让我们欧阳警方来说啊，或者说老师再帮忙翻译一下。右臂向前上方直伸，掌心向前。左臂哈，左臂向前上方伸直，掌心向前，右臂。沿库中缝对齐，不加任何的动作。来，我们老师帮忙翻译一下，请看到这个手势的时候，就是你要停下来了，停止的信号啊，停止的手势。This gesture. 好，来把掌声送给两位。我们做另一个了，我不做这个了，我们换一个。这个呢有一点点复杂。好，来这样啊，要不然直接请我们的老师直接翻译起来，好不好 ？Okay, stretch forward.来跟着老师的口令啊，一步一步来做。台下的也可以跟着试一下，做一下。Stretch, straight forward and upward, forward, palm forward. Oh, sorry, the left arm of the traffic police is straight forward, about palm forward, right arm forward and down flat, palm left.
And remember just waving your left hand, indicating the window to pull over. Do a little swinging. Good. 这是手摆动还是手臂摆动？好啊，聂总。王小姐，您站到这里给大家做个示范，好不好？是手臂摆动啊，大家千万不要做手的摆动。So what's the gesture about? What's the meaning of this gesture? Yes, 摆臂要有力量。Now the car is coming and then left to the seat so that the car turn left. Okay, let's do it again.这样，我们集体做一个动作，一起做一个，跟着我们的欧阳警官一起做。The right arm stretch forward, and palm is forward, and swing left arm and palm swing then back to the middle lines of your hands. 好，谢谢。夜是怎么黑下来的？是一道强光射来的高度惊恐，是强烈撞击后夜空划过的抛物线，所有组织器官的扭曲挣扎疼痛，但你再也感觉不到疼痛。我在不知名的地方醒来，四周嘈杂，救护车的声音，救援的声音，哭天抢地的声音。等等，哭得快要抽搐的那个人不是我妈妈，她在哭什么？她在猛烈摇晃的那个人不是我吗？是你，孩子，你怎么了？你为什么浑身是血的躺在这里？刚刚你不是还打电话说你快到家了，让我准备晚饭吗？我都做好了等你回家。你是不是累了？累了可以回家睡，为什么要躺在这里睡觉呢？为什么明明看到有车来时你还要强行过马路？为什么明明变成红灯了你还要一脚油门冲过去？为什么明明喝酒了还要开车？为什么双黄线你要变道？为什么开车时还要打电话？为什么明明限速你抓着方向盘却想要起飞？我开着车离我还有一段距离，我以为我能冲过去。侥幸躲过天赐，出事就在一次。我只喝了一点酒，下药离得近，我觉得不碍事。滴酒不沾，人车平安。我有急事，惹到很多端不过，我又要等好久。命停三分，不抢一秒。我开着车总想跟别人比赛，总觉得在速度上我不能输。十次事故九次快，超速行驶试不来。多少事故都源自一句我以为，多少事故都源自对规则的破坏。我以为就是对规则最大的破坏。我不要你以为，我要交通法规以为。夜是怎么黑下来的？是自己看到车祸后被截肢的双腿时大脑的轰然坍塌。是看
看着车祸现场残缺不全的丈夫遗体时，妻子的嚎啕大哭。是父母看着孩子的遗像日日抹泪，承受着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伤。他们的日子从那一天起就是从黑夜开始的。故作坚强，强颜欢笑，生活骤然从他们的身上开了一道口子。他们的整个后半生都要在舔舐伤口中度过了。如果你不想自己、同学、朋友、父母和家人的余生过得这样艰难，那么从今天起，做一个文明的交通参与者，遵守交通规则。行人遵守行人的交通规则，机动车遵守机动车的交通规则，非机动车遵守非机动车的交通规则。在马路上，所有的规则向前一步，所有的人退后一步，这样才是尊重生命，这样才能共享平安。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公益活动能够影响更多的国际学生，把我们中国的法律知识、法律法规向他们进行更细致入微的宣讲和传递。我们也希望通过媒体力量和我们学校的共同努力，能够让我们的国际留学生在中国了解中国的法律，用法律保护自身的安全。有请二位一起握手合影留念，掌声表示祝贺。好，我们也会把更多的法律知识带到我们湖南中医药大学国际学院。好，谢谢，谢谢两位，有请两位回位落座。留学生朋友在中国的学习生活一定会更加的安全。好，谢谢，谢谢二位。在中国这片辽阔的土地上，拓宽思维，开阔眼界，创造属于自己的多彩生活。大家签名的同时，我们在这里是发出倡导，希望同学们对自己的生命安全承担起相应的责任，尊重生命，共享平安。当然，我们也会组织同学们到现场体验交通安全的劝导工作，也请大家敬请期待。通过大家的签名，我们也祈愿啊，每一位。